So, you know, why are you guys here? Why are you interested in security? We do believe at Poly in inven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Yeah, when we first heard we were coming to New York, we were all pretty excited because we all grew up in these really far, really kind of poor areas of Hawaii. Coming here to New York, meeting all these people, testing our challenges against other people, talking with people at NYU-poly, it was really a great experience.下面让我们一起玩转纽约。波里在开学的时候组织了曼哈顿游轮之旅，整个过程长达3个小时，我们也有机会慢慢的欣赏曼哈顿全景。这是曼哈顿大桥，桥的一端是布鲁克林，另一端是曼哈顿，连接了波里和 Chinatown 非常方便。目前曼哈顿最高的大楼是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居居第三，其他大厦众多，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布鲁克林大桥至今仍被认为是曼哈顿最美丽最宏伟的建筑之一，这张是我们在大桥下的合影。终点站是自由女神雕像，如果想登上头顶也只需要提前1个月订票就行了。这是波里组织的纽约巴士之旅，我们首先从曼哈顿大桥出发，一路上看到很多缤纷的广告，非常有创意。这是洛克菲勒中心，冬天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在这里滑雪，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这是麦迪逊广场花园，很多演唱会就在这里举行，还有阿迪达斯旗舰店，这里的东西非常便宜。这是曼哈顿海底隧道，黑潮特警的总部就在这里。这是无限城音乐厅， NYU 的开学典礼也在这里举行。这是重建之中的双子楼，重建完成之后它的名字就变成了自由塔。这是时代广场下午的景色，时代广场可以说是纽约的娱乐中心，这里有纳斯达克公告牌、 Billboard 公告牌，可以见到众多的明星，比如阿姆、 Jake、Kanye West、 Justin Bieber、 Kesha、 Arthur。 晚上的时代广场又是另一番景色，一出地铁站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台 4G 手机的广告，还有百老汇最长寿的剧目《歌剧魅影》，以及变了样子的纳斯达克公告牌。这是我们09级师兄师姐的合影。时代广场上还有一间 MMM 的旗舰店，这里的巧克力巨多，模型也巨多，玩具也巨多。另外还有一间好时力旗舰店，这里很多巧克力之吻和各种周边产品。另外还有很多玩具和纪念品店，比如这间辛普森纪念品店就是我的最爱，还有任天堂各种纪念品、Snoopy 大集合。第五大道上也有一间纪念品店，这里有很多自由女神和帝国大厦的小纪念品。当 Nike 只要$50的时候，我也忍不住买了一双。说起运动，就不得不提开学的时候和校长一起去看棒球比赛。波里学生可享受顶层包间以及和吉祥物合影的机会，这是你们的师兄范以奈。从波里到 NYU 华盛顿广场只需要坐10分钟的地铁。华盛顿广场上的喷泉每天都有很多人去游玩。广场旁边就是 NYU 14层的图书馆总馆，以及 NYU 最强的学院 Stern 商学院。曼哈顿另一间有名的大学是哥伦比亚大学，他最出名的专业是法学，他也是长春藤成员之一。这是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
中国展望会的照片，它是由121的一个前辈组织的。这里我们遇到了新东方董事徐小平和万科集团总裁毛大庆。然后让我们回到布鲁克林，看看我们的哥伦布公园以及布鲁克林市政大楼，或者我们也可以到布鲁克林桥公园观看曼哈顿远景，感受黄昏时曼哈顿亮灯的过程，以及电影《纽约我爱你》中的场景。美景当然离不开美食，公园旁边就是布鲁克林最好吃的披萨。我和来自德州的牛仔舍友 Glenn， 还有来自水牛城的 Jake，来自新泽西的 JT 就经常来这里吃披萨。在 Chinatown 还有很多正宗的中国菜，如果西餐吃腻了也可以来这里换换口味，最后送上甜蜜的饭后果。我们09级的全体同仁非常欢迎华工的师弟师妹们继续报考121项目，大家也可以联系08级的师兄，他们更有经验。以下是我的联系方式。 Thank you for watching。